我是上时代的韩国女子天团少女时代的成员孝渊，为了代言美国彩妆品牌造访台湾。四日下午，她出席西门町活动，现场吸引大批粉丝，尖叫声不绝于耳。孝渊也展现亲和力，不但送幸运粉丝自己的人形立牌，还坚持为粉丝签上中文姓名，非常有诚意。孝渊接受访问时也表示，每次来台湾都一定要喝珍珠奶茶。항상대만오면먹는게버블티버블티항상먹고요每次来到台湾他们都会喝的就是珍珠奶茶그리고만두가맛있다고하더라고요만두还有就是饺子类包子类的饺子小笼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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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在少女时代中以舞蹈专长闻名的孝渊，近期也加入跳舞竞赛节目，师弟 Shiny 泰明、Infinity Hoya、Sista 宝拉和 Twice Momo 等等舞蹈好手都确定参加。究竟谁会是孝渊心中的最强敌手呢？가장큰라이벌은글쎄요우선저는이프로그램을할때저의목표는제가후회하지않고제가정말만족하는무대를꾸밀수있도록열심히지금연습하고있거든요그첫번째가라이벌을굳이뽑자고하면누가있을까요같이무대하는모든친구가다라이벌인것같아요他觉得就是这已经是暌违已久，他再次参加这种跳舞的节目。然后为了这个跳舞的节目，就是准备很多。他希望他自己可以做到，就是不会后悔，然后最用心的，然后可以把最好的舞台呈现给大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挑出一个最大的劲敌的话，他觉得有点难挑哎。他觉得好像每一个参加的对手都很厉害，都是他的劲敌。对，我们到时候看节目播。